小飞侠，我个秘密。有什么秘密？不告诉你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，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想跟你的女儿莲花组成一个组合，她以后赚的钱是现在的两倍。阿辉，歌台王子阿龙对今天去搞恁两个搞了，就是讲对今天去的咱人是一组人了。钱我就没有了，命我也不要，你要杀就杀。乖，去找爹爹。长大我就明白了，我要唱给观音奶奶听。